好，唔多謝主席。咁我而家討論咧就係呢個喺第一項合併辯論沒有修正案的十四個總目裏面嘅第23總目。咁呢個總目咧就係講呢個醫療輔助隊嘅。咁醫療輔助隊，我相信香港人都好多見到佢哋喺呢個不同的場合呢是向市民提供服務的。咁其實呢佢哋是有一個宗旨的，係咪？呢個宗旨呢就是我引述喺呢一個政府提供的文件裏面的總目23醫療輔助隊裏面宗旨的。佢宗旨係點講呢？就係宗旨是顧及內部保安的考慮因素，輔助現有的醫療及衛生服務，以便維持本港的醫護服務和保障社會安寧，特別是在發生緊急事故期間。咁樣，香港一年都會發生好多這個唔同嘅大嘅這個城市啦，係咪啊？即係當然唔係舞獅舞龍嗰啲啦，係譬如欖球賽啊，或者係這個花車遊行啊，甚至是七一的大遊行啊，都是大量的市民呢是是聚集。咁嗱，而家這個就以事論事，話這個醫療輔助隊能不能夠是有把握去這個因應住我正話讀出來的宗旨，就是話呢是尤其是咧，係一個即係呢個緊急事故，即係好似佔中咁樣，突然間有1000人、1萬人佔據咗呢一個中環古蹟。咁佢有冇足夠嘅訓練去應付呢啲咁嘅突發嘅事件咧？咁當然而家係唔知嘅。而呢、這個醫療輔助隊亦都冇必要咧，係針對啲嘢咧係進行特定嘅訓練嘅。咁但係有個問題喎。就是佢恆常嘅訓練嘅時候呢係有一應該有個根據嘅。咁呢個根據係咩呢？就當然唔係即係由議員去亂咁講啦，係咪？咁就係由呢一個政府嘅審計處去講啦。呢個審計處呢就係一個客觀上面由特首去委任嘅一個獨立嘅機構呢，係無需要向任何嘅政府部門負責，係用佢專業嘅知識去進行審計嘅。咁我哋其實喺呢個問題上面呢，我哋首先講就係話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咁我裝備嗰度我未講住，就係講一個人力資源上面能唔能夠呢係有一個有數嘅訓練。咁喺呢個審計，喺呢個香港審計處2011年12月25日出版嘅呢一個10月25日即係發出嘅有關對醫療輔助隊嘅呢一個一個審計啦，喺第五頁嗰度，我唔知各位有冇呢、這個文件啦。咁如果冇文件嘅話咧，為咗記錄嘅原因咧，我一定要稍微讀出嚟。咁喺呢個第五頁嘅第二部分係講呢個隊員嘅訓練。咁喺第二部分嘅第一節咧，就有。佢就話本部分探討下列有關隊員訓練嘅事宜，咁我就唔詳述啦。咁我只係引述其中一段咧，就審計處嘅意見，就係話喺呢個該報告嘅第六頁隊員訓練嗰個第 2.4 嗰度咧，佢係咁樣講嘅。審計處注意到，在2001年。上行訓令發出後，即使隊員出席訓練少於醫療輔助隊規例定明的最低時數60小時，仍會被視為已符合最低訓練出席率規定。咁跟住佢就講啦，審計處關注到這些隊員可能沒有接受足夠的訓練，因而未能有效執行職務。咁佢跟住佢當然有一個建議咧，就係佢咁樣講嘅，就話審計署認為醫療輔助隊需要檢討
常行訓令中所定的訓練政策，以決定是否需作修訂或者加入額外保障條文，確保隊員接受足夠訓練。主席，審計署就說了，你有沒有做呢？這個這樣的醫療輔助隊，那當然沒有啦，哥，即沒有啊，故知若罔聞。那其實那個壞的程度是到怎樣呢？我們講講，是這個2001年常行訓令發出，即是2001年啦，即是現在距離現在13年啦。那我們看一個在那個報告裡面表一引述的狀況是幾不堪，你睇睇。這個在2009年至2010年度，這個隊員未達最低規定的數目呢，是完全沒有上過堂的 2%， 48人不算太多。1至59的是217人，是 7%， 總計 9%， 未夠一成。但是事情不是改善了，我們看一看2010年至2011年度同樣的統計，未達最低規定的隊員，即是全如果即是不夠60個鐘頭那些，從沒有去受過訓練的86人，是 3%， 即是說比一年前多了 1%。 由1至59，即是試下去一下啦，又不夠60的，是有416人， 14%。 主席，是不是很驚異呢？當一個審計署，當一個不是審計署，那個常行訓令，我不知道筆水定出來的啦，應該是他自己啦，或者是更高級的監管他的部門。你想想2009年的時候小計得 9%， 2010年到2011年呢，就小計，即是說總共啊，即是由未達最低規定的隊員呢，由 9% 加到這個 14%。 你說你是不是離譜啊？咁當然啦，呢個咁嘅講法係點樣呢？其實好多人呢就以為呢，可能我係得出個結論呢，就要減去嘅賽資，不過呢度我冇修訂到啊。我想只想講就係、是、咦，財爺又唔喺度。唉，即係佢恰我啦，恰我佢唔喺度都要講啊，佢返嚟聽一下先啦。我而家要求點人數。